朋友，今天下午我们就去，意大利度假了。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面有需要找我们就，找 Tony May 是最好的。他每天在店里面啊，我们去度假。然后对，昨天呢就是去47街嘛，然后我们这个，这个些东西是 Robert 的，因为他就特别又知道我去意大利了，他说给我们粉丝很优惠，这个低于成本的，低于件，因为我们经常一直这样，好像我自己都要看。其实如果我可以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人，就是如果就是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能配合上的话，我是一个喜剧很有喜剧细胞的人。那 CP 他就是真的，面粉比面包贵，现在这个面包根本不可能买得到，这个一开心大家开心就便宜卖了嘛。 OK 的，面粉比面包贵啊，面粉比面包，拿这个好了。那这个本来是要七八千的，现在那14K 39g 钻石6.7卡拉 ，OK， 这个才3999 ，OK， 手快有，手慢没有，本来是要七八千的，三千只有好像两条还是多少，只有一两条的 ，OK， 那白色就贵一点，那这个3999，白色因为比较容易那个，白色的话就白色就4300，也是39克，然后就是6卡拉多的钻石，你看，就是送钻石，金子今天又新高了，2680，那这个就是金戒而已，39克，3999，6卡拉多的钻石，非常超值。OK， 这些都是开心，大家开心大放送而已了，对对对，真的不可能的任务的。OK， 这个，2卡拉50的钻石，2卡拉50钻石，10.2克，那就是那可以拉长拉短，最短可能14也行，最长可能也就17了，呀，这个可以拉长拉短，那钻石2卡拉多，如果你买个手链都要几千块，这个才1680。1680项链 ，OK， 仅有两三条 ，OK， 不多的，卖完就没有的了 ，OK， 就是开心戒 ，OK， 那然后这个，哇，这些都很大牌的 ，18K 42克，钻石10卡拉 ，Oh my god， 钻石10卡拉，这个就6600 ，OK， 仅有一条了，6600，这些都15000的，15000以上的 ，OK， 这真的面粉比面包贵。然后这个才1255啊，这个10K 3卡拉钻石1500，对，大家手快有，手慢没有。如果你现在2:30之前还可以跟我联系，2:30之后就跟 Tony May 联系了。对，这一批真的没话讲了，对，太超值了。这个14K 20.4克钻石1卡拉8，这个就这个就1999，黄色的1999，白色的就贵一点。我看有没有白色的，这货源不多，也就是一两条。OK， 白色的话看有没有？有，白色的话就2200，仅有一条白色的了，一样的那个14K， 哎，这费金戒都不止这个价钱了，对，1卡拉75，22.5，白色的就2200，哇，对对对，货源有限啊，货源有限。然后这个也是金色的1380，白色的就1480，也只有1380跟1480，14K 11.7克钻石1卡拉2，哇，太超值了。对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弄得很那个，大家喜欢的话截图并且把价钱写下来，
14K 的就1480，这些都真的面粉比面包贵，手链跟项链啊。你要这个，这个14K 连卡拉85，1999，只限今天了 ，OK， 只有一个，这个只有一个，只限今天，这个真的面粉比面包贵。然后这14K 8克钻石3卡拉，哇，3卡拉钻石1500，我这一节特别便宜，跟以前的都不一样，同样的价钱买不到的啊，这个就5200，18K 42克钻石4卡拉5200，你看非常有感觉，然后重量级 ，OK。好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就请订阅频道接微信，2点半之前可以找我。2点半之后就请找 Tony 妹啊，因为我们去度假，25号回来，26号上班。对 ，Tony 妹的微信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